准神乡公所推广在地文旦柚农产不遗余力，七号八号一连两天在台北建国花市促销展售，买气非常热络，争相抢购应景的文旦柚也让农民荷包满满。随着中秋节脚步的接近，应景水果文旦柚也相当受到市场上的欢迎。吃上一口文旦柚，满满节庆仪式感。现场除了是农民，乡公所人员也卯足全力，现场办理有奖征答活动，吸引买气，也让更多人认识瑞穗优质的文旦柚农产，互动热络。我都拿出来了，可以把它凑在一起喝。对，烧水。对。瑞穗乡14家柚农以及3家咖啡、凤梨、稻米以及有机农产品农户，在7号的农历白露节气，将正当时的文旦柚与台北大都会地区消费大众分享，吸引了民众前来品尝购买。而全程陪同上级长官共同促销展售的乡长吴万德表示，这一次全都是以产销履历验证的农户为主，让消费者可以更了解产品，吃得安全也更安心。心透过了活动，消费大众可以和小农接触，了解文旦的大小故事，也将好吃的文旦栽培给亲朋好友，也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